好，过完第一天早上六点，然后我现在都没有按按钮，它好像就不会起来，随便移动一下它就会起来，所以醒来不赶快按哦。那个出盒箱有210块卖出去了，然后刚起来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浇花啦，快快长大哦。哎呀，没有水了，这里可以装水吗？可以耶，有水的地方都可以装水。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花现在算开了吗？哦，不是耶，它不是花，它是那个啦，它是马铃薯耶，所以它还没收成。哎，我把家具拿起来，等一下。哦，一根一根它自己会连接起来，然后如果是石头的话，敲一下就会变成木头，就会变成那个精致的石头，然后树枝敲一下就会变成精致的木头，但是因为我包包放不下，所以我可以把这里的东西放到这里，但是它不能从这里选就移过去，就变成说一定要 ZL 啊选，好像没有到非常方便。任意门，好，再去别的地方看看，这里会不会触发什么？哎、欸，有哎、欸，有小支线哎、欸。那如果等于说我如果没有走到这里来，可能就不会触发这个事件，这就是体验版好玩的地方，小支线。下雨了，那里有木头哎、欸，可以先躲一下。嗯，看来好像不会停。咕啊，小狗。怎么有狗？动物的声音，在这附近。你怎么会在这？太糟糕了。ものすごく弱ってる。今助けるからね。ここでじっとしてるんだ。快去帮他。哎。对啊，怎么会有狗狗？还有项圈呢？难道是被丢掉的吗？这么小的动物，实在太过分了。去我家吧。受伤了，そうだ。这时候就要去求救哆啦 A 梦了。大丈夫だよ。还要给他吃东西。哆啦 A 梦，经典台词。哆啦 A 梦，どうしたんだい？耶，赶快帮助他！快快快！哇！哇，居然有石头落下来，所以狗被压住了。超级手套，竟然没有超级手套，糟糕了！一定是就是被吸到这个时空的时候丢出来掉了。如果没有的话，就没办法搬了。必须要找。但。根据刚这样看起来，感觉这个你遗落的道具啊，还是什么要可以解开支线，好像不会像这种什么，我在路边可以捡到香菇啦，就可以捡到道具，感觉上是这个样子。看起来好像就不行，可以吗？这是什么水笔纸哦？好，再去其他地方看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可以捡。这个是采集场哎、欸，哦，也有一个小剧情。哇哦！哦，没有那个采集的那个叫什么、啊？就是那个东西呀、啊。啊，这两个人是兄弟哦、喔，还是父子？好，应该可以采到一些矿石什么东西的，可以拿到钻石什么。
对对对，就是要拿这个。哦。可以拿到石头或宝石。此路哈西甲。硬くて壊せないんだって。哦，就是它是这个，你这样把这里全部挖完，你可能还会挖到一个绳索，可以到下一阶去，是不是？看起来应该是。実は、俺も一番下一道口都敢耐，他也没下去过。哦，因为每天你隔一天那个挖掘场，它就会恢复原状。哦，是很需要体力的事情。哦，那应该是不是要去找他拿那个挖的那个东西啊？他好像没给我。对啊，采集场就这样。然后这个地方我没有来过吗？噔噔，对，好，刚刚我们看到有那个很像虫飞走的那个，那个我们如果这样小心翼翼走的话，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抓到它。哦，刚刚又有一个飞走嘞。这里看起来好像没有，哇，好大的骨头啊，还有化石哎。哦，很大的化石。好，来看一下还有哪里没去。这个湖畔边，但看起来应该这应该是可以钓鱼的哦。哦，大木头可以切，但太浪费体力了。我们来看一下送东西给别人。哦，他会有一个爱心，就会慢慢的增加你们的友好度。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傻币之类的东西。这个コロコロの魔力，咦，抓不到啊！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哦，然后手上拿了食材是可以直接吃的。生吃香菇，哦，好像不能徒手抓哎，应该有可以捕到昆虫的什么捕虫网之类的。这个画风真的是蛮疗愈，就是会慢慢的享受这个时光啊。洞窟刚去过，这是海边，这里会有什么剧情吗？啊，有这个很漂亮的贝壳哎，送给静香。这该不是静香吧？长得好像啊，西菲，西菲。哦，哎，我看啊，走到另外一边的话。我任意门就会在刚刚那里，那因为我们要快速浏览一下每个地方，所以我们还是减少用这个步行的方式好了。快快快快，我的任意门，好，啊这个，哦，海之家，通常都会写海之家，有鱼货哎，还有一个阿伯，哎，挡住挡住。这里应该是可以钓鱼的哦，钓竿有在卖钓竿吗？没有人，应该是公休。哎，今天已经礼拜一了，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去杂货店了。哎呀，这个上去应该就是城镇的吧？对。好。所以，我们全部都去过了。然后刚在这里触发了一个类似支线剧情的东西。我们现在来回到这个杂货屋来看看，来跟老板娘讲话。哎，既然没有触发剧情，这样子我来杂货店，我要怎么买东西？哦，要从哎，不行啊，哎，十点。是不是还没开门？哦，他下午三点才开，所以他如果那天有开，可是时间还没到，你进去他也不会卖东西给你。
看一下这个有开吗？喂，你有没有卖东西？还没，大家都没那么早开。可是我要救狗啊，怎么办？还是去找镇长？但是他在吗？镇长在，那应该在家里。镇长，哦，这里是他的办公室，这里是偏厅。哇，镇长家也太大了。这个看似就是 NPC 所在的所有的其他地方，家里的其他地方都是不能有什么互动的，就是只能进去逛而已。最起码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啊，这个也没有给什么，没给什么好的解决方法。那是因为时间还没到吗？我们要怎么触发啊？我们还没在这里待到晚上过，对不对？所以啊，对对对，像刚刚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如果我们这个现在已经都没事做了，那不如就只是在这里睡到三点就好了。啊，席地而睡。因为以往的牧场物语好像没办法突然选择你要到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情。いらっしゃい。いらっしゃい。ねえ、何？他有卖肥料啊，让你的包包变大啊，或是虫，虫网捕虫网。好哟，他卖捕虫网、欸，那我买个捕虫网好，因为你在体验版里面你也不能买鸡买牛，什么都不行，时间又短。但是捕虫网我现在买，我马上就可以用了。好，哎、欸，哦。我的包包满了，那我先，我先打开我的包包哦。然后时间，如果我们放着它是一直跑的哦，打开包包应该会暂停时间哦。我们先把，那我送他水果好了，再送一个。哦，他只能收一个礼物而已。哦，也不错，也算是另类房呆。那这个是可以吃的吗？吃水蜜子。好，捕虫网，耶耶，可以去捕虫了。哦，有剧情哎、欸！哎，大熊，怎么都长那么像胖虎啊？見てたぜ、虫網買ったろ。啊，我看到了哦，你买捕虫网哦，这样子我就可以捕到很多虫了。よっしゃ、俺様が教えてやるよ，我来教你吧。虫取りの極意さ。虫取りといえば俺、俺といえば虫取りさ。哦，他要教我怎么捕哎，信誓旦旦。等我。看到虫子了，ゆっくり近づいて。嘿。哦。这个好像在。这个我以前有玩过的牧场人物里面好像没有看过哦。就这样，那我也来补一个看看好了。哦，你平常不能乱挥，要看到有虫子才可以挥。虫哪里有虫呢？噔，哎，有有有，这里有一个，来，我们来一个。这样就不会跑掉了吧？大家有听到吗？就是有那个靠近的话，会听得到这个昆虫的声音。哎，细节真的有做到。哦，东西太多不能补，所以这个，那可不可以丢掉东西呢？我们悬起来，可以丢掉，丢掉，补，耶！我要当神奇宝贝大师。哦，还有 size 哎、欸，送虫给静香，他应该会生气哦。等一下，我要怎么回去刚刚那个地方？这个是我的农场。
哎呦，可以捕虫还不错，也是一种收集，而且它有一个星星，应该也是有稀有度的问题，应该可以关乎到价钱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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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不错哎。然后我们还有哪里没去过吗？锻造屋他会给我那个吗？是不是还没开啊？应该是哦。嗯，今天没开吗？哦，今天礼拜一没有开哎。小夫，我看到小夫了，我要送他虫子。哦，男生都很开心了，是吗？噔噔噔噔，人，我们还有哪里可以去触发什么剧情的吗？这个也是礼拜一没开吗？今天是礼拜一，真的哎，礼拜一公休也是跟台湾一样啊，很多店都喜欢礼拜一公休，礼拜一休市啊。独角仙，独角仙。捕虫网，呦，耶！不是独角仙的，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好，再把虫子拿去送给别人好了。哦，难道不能？哦，已经下午了，把虫子送给女性会怎么样？哇，她也是蛮开心的啦。这。可难道不能买钓具吗？不行，今天礼拜一也没开，真的都没开耶，怎么这样啊？真的耶，定休日礼拜一，没关系，我们晃一下，看能不能晃到晚上。下午的整个氛围的感觉也是蛮重的。医院没人，哦，开始变换了，到六点开始就变到晚上了。哦，好酷哦！这个都是路人甲乙丙的家。晚上到深山里面会不会有东西可以抓？有，耶！这个左上角可以看到那个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哦？晚上，哦，晚上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然后开始会有一些路灯这个东西出现呢。所以城镇上应该哦，大家都开灯了。是晚上的感觉，但因为现在也是什么事都做不了，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只能去睡觉啦？那个怎么办啊？那个谁，我那狗狗，狗狗谁来救狗狗？哦，这已经浇过花了。哦，这个，哎，我们好像还没有砍这个实际把它砍到给大家看哦，就是要狂砍。耶，树倒啦！然后这个，哇，那我们现在体力是多少？我拍到照了，抱歉。我们的体力现在还有88哎，所以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哇，他体力其实没有消耗的很快哎。哦，晚上可以去拜访别人吗？好，既然晚上我们都看过，那我们就 sleep。我们可以在外面睡到早上吗？哦，他只能最多让你睡到就是晚上12点哎，你没有办法睡到凌晨，
所以如果我们晚上十二点起来会怎么样呢？夜も遅いからベッドで寝よう。哦，在外就已经太晚了，所以他就是叫你到那个回床上睡吧。哦，想法还是不错。这是可以坐椅子吧？我记得应该可以坐椅子啊。可以耶，就是会蛮多有这种，很疗愈的小动作，感觉还蛮不错的。我们来过一下我们的第二天。